我在做手术的时候迷迷糊糊的梦到你跟我讲不要离开你，所以是你救了我。婉清小姐也有那本事，昨天晚上我们就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哎，别动别动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去后边，这种事儿我来就行了。擦一下。哎，我来我来，你看看，我自己来就好。你看看，多此一举吧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来我来，这种话得我来。罗夫来了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一下。滚出上海！滚出上海！滚出上海！这绑架案，并非是我谭家军所为。谭司令，我们真没想到，这民团是由马匪出身的散兵游勇组建的呀！这不是在租界安放了一个定时炸弹吗？滚出上海！滚出上海！什么？谭学你要查当铺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聂老板，你跟穆家有什么仇？那你告诉我，这张照片为什么要删掉？这孩子又是谁？韩玄林送来的机要文件说绑架案可以结案了。结案？要不我派人把他处理掉吧。嗯，在我面前公然杀人，你胆子不小啊。从你这些阳奉阴违的行径上来看，那个让你维护的绝对不是那个被你利用的幕后老板。那么你到底在维护谁呀？如果我哥哥真的是他害死的，那他不仅欠我一个家，他还欠我一条命，我要让他血债血还。你放心，他们一个都逃不了。我看到你的车沉入水底的那一刻，我真是害怕极了。哥哥保护不了妹妹一辈子，但我想保护你一辈子。哎，输液的事就交给我吧。光耀兄啊，这晚清呢在这儿也不太合适，咱们都是男人比较方便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，要不要啊？K K K， 管他呢，快快快，你怎么说快点？